落緊啦，已經開始啦，之前創作到開始啊，個結果係已經知道嘅啦。而家係final 啊，而家係AMS 選手對楊海恆選手，楊海恆係初級班，AMS 選手係高級班嘅。楊海恆選手而家嘗試射大個射前。好啦，防守啦。好啦，黃色選手而家，喂，黃色選手，黃色選手已經入咗波啦，大家睇下。啱啱嗰位選手，岑星聰選手而家喺度，係啦。所以就呢啲動作嗰啲啊，係啦，佢休息緊嘅。好啦，睇翻個戰士先。兩次改賽馬咯，好嘅，多謝個時候啦。嗱，而家依兩排雞翼啦，我成日都踢個波喎。依兩排雞翼喺度射緊粒墨魚丸㗎。好啦，黃色，而家紅色波喺紅色下面啦。紅色拳，我識佢漏咗㗎。好啦，紅色選手係咁。捉到佢白雞翼，唔知做乜嘢㗎，但係嚇毫無建樹。毫無建樹啊！佢個白雞翼。好啦，佢抽前啊，想。好啦，慢流，而家喺黃色選手力攻之下，紅色選手要補啦。喂！好啦，會點咧？會唔會昂高咧？係，冇㗎。佢嗰排雞翼掟翻後面啊！紅色選手好無奈，楊海恆佢而家係嚇入咗球喎，竟然啊！嗱，各位睇下呢個係用竟然呢個形容詞。好啦，大家睇下戰士幾咁緊湊，個波都唔知去咗邊。哇！點啊？竟然被紅色選手攀平2-2的，紅色選手現在是被人不被看好的，他要深呼吸一口，紅色選手因為他盯著個波，他不可以被敵人有機可乘，射了前了，哎呀紅色選手錯失機會了，紅色選手慢流唔到嘅，係唔成功。係中場，想趁喺後邊。好，龍門向前。但係黃色選手守得好勁啊，守得好鞏固。哇！跌咗出嚟啊，射穿窿啊！好啦，岑星聰球證。哇！而家落後第一球啊，紅色選手3-2，而家係。拿手唔成勢，紅色選手。紅色選手。哇！強攻之下，未能有進帳嘅黃色選手。啊！紅色選手喺個強交咗前線啦。紅色選手可唔可以把握機會咧？睇你唔得啦。仲有機會嘅。好，黃色選手控翻入波，交翻俾龍門先。自己大腳向前上，但係好似過唔到紅色選手先嚟先。竟然啊，入！3-10，好緊張，冇錯啊！呢個賽果係意料唔到噶，哇！真超啊！4-3啊！紅色選手有少少進入巔峰嘅狀，唔係瘋癲嘅狀態。喂！佢想保持佢嘅優勢啊，領先嘅優勢。可以保持幾耐咧？好，死波㗎，已經全部開始啦。
好，好，黃色選手，好，黃色選手，繼續射字啦。紅色，中場大跌，中場大跌，邊個贏呢？紅色選手過咗啦，過啦，哎呀，過，好快咁樣就竟然跌翻落，哎呀，偷打，四比四啦，而家啱啱追翻啦。好，黃色選手，而家呢個波會穿啊，係紅色選手到啦。紅色嗰啲雞翼開始進攻啦，想進駐另外一邊嘅燒烤場。誒，唔係留翻落紅色後邊喎。好長，嗱啲雞翼開始喺度喐，喺度動啦。喂，哎呀，粒物魚丸最後係入咗。紅色燒烤場，而家係六比四啦，五比四咋？叉燒隊贏啦，定係呢個？山雞翼隊。哎呀，追翻平啊！哇！哦。誒，紅色選手已經冇得睇啦，咁。紅色選手已經用盡曬佢嘅任何精力啦，可能要。佢哋今晚啲精液都用埋啦。冇錯啦，我嚟燒雞翼。